大家好，我是奥地利的小虎，今天我要用一斤芝士做一个最好吃的芝士小吃。芝士控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今天这个食谱真的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用一个面包做个碗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的。如果你们自己想做面包，就看我面包视频。然后我们三个用的芝士也很容易买到，我们用 Parmesan 芝士、 Cheddar 芝士和 Mozzarella 芝士，在任何中国的超市我觉得可以买到。最后我觉得这个菜是一个很好的 Party Snack，因为我们也用一点啤酒做的。我们开始了。第一步，我们先准备我们的面包碗，把面包顶部切掉，把面包中心的部分取出来，把顶部和中心部分切成小块，把切好的面包块和面包碗放在铺了红白纸的烤盘上。我想我的面包更入味更好吃，所以我做一个酱刷在面包上，在碗里倒入橄榄油，加蒜泥、辣椒粉、盐和黑胡椒，搅拌均匀。哇，这样就是蒜香面包，尽量每一个地方都刷到。现在开始我们的芝士时间，我们泡一点 Parmesan 芝士在面包里，现在我们放进预热至180度的烤箱烤至金黄。烤的时候我们做芝士酱，在锅里倒入橄榄油，然后加一小块黄油，把洋葱炒到完全透明，然后再加蒜泥炒一炒，然后转小火加面粉炒一炒，然后我们加一点啤酒，任何没有那么苦的、没有那么重的啤酒就可以了。酱汁变浓之后，加牛奶搅拌均匀。最后我再加一点辣椒粉、黄芥末酱、盐和黑胡椒，最后加灵魂芝士。要不要再加一点芝士？要的发一，不要的发二。我们的面包烤好了，拿出来就可以摆盘。哇，太脆了！
然后我们洗一下。好好吃，真的好浓的芝士的味道，也很多奶香味，一点点辣，and a little bit this sharp cheddar flavor， 真的很喜欢这个很简单做的芝士小吃，这个肯定热量爆炸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夏天快结束了。真是蔬菜，营养又健康，嗯，也好吃。